正中，欢迎收看股海大赢家，我是林世芬。台北股市呢，今天一路跌一路摔，在加权指数部分，我们先来看到最后大跌了155点，收在8021点。不过今天最关键，在盘中的时候已经跌掉了8000点，跌破8000点大关，最低指数来到7987点。当然，今天在期货市场部分，大家说今天结算呢，同样也是大跌的。今天在期货市场部分最后是下跌了170点，收在8002点，今天是压低结算。今天中午这个证会主委曾明忠他出来，他说呢，必要时刻会进去护盘，言下之意就是现在还没在护，接下来是不是还有机会继续往下探底呢？节目上跟我们请到专家，这是巨阳投顾的郑其双分析师苏威源，威源哥好，四分五安，大家午安。威源哥，今天看起来就是压低结算了，但是今天结算完好，明天过后呢，大家很期待到底这个行情有没有机会反弹？对，明天怎么看？我先跟大家讲，投票，今天是台子期的结算哦，我昨天花了好多好多时间跟大家讲什么，结算会出现顺势盘，对，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好几次，而且我给你看过去四个礼拜的礼拜三的行情，我跟大家讲嘛，过去四次有三次是下跌的，只有一次是涨的，所以呢，有 75% 机率是会跌的，哦，对吧？历历在目，我昨天才讲的，我觉得你都可以回去看重播了，我都讲在前面了，所以你看哦，我们昨天跟大家聊什么非常重要，来，我们先请摄影师看一下手板。好，我们昨天特别还翻开哈，我老师写的这本册子，对不对？出席制胜，指标当中再进化这一本，哦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册。那我们跟大家讲的内容里面有一个章节叫做什么？投票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我上个礼拜讲啥？来，我们请回到手板，有一个章节叫做决战结算日，对，决战结算日。好，那结算日的特性，你看，其实很少有我这样讲。你看很多节目，很少人特别跟你讲结算，对，很少，就是跟你讲啊结算。就没有了哦。我们针对结算，昨天花了多少时间跟大家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来看一下哈，来，我们请回到手板，决战结算日。那我们昨天，魏老师昨天请大家看什么？红色这个是对，容易出现顺势盘或者是 V 型反转，依照多空讯号加码指标进场，速度要快。今天是不是标标准准的顺势盘？好，投票说，哎，魏老师今天要 gay 啊，今天的盘怎么走？来，我们请回到电视的画面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盘。8月19号，礼拜三，你看开盘没多久就是高点了，8179，低点哇，看到7开头，真的是真的心都碎了，真的投票的心都碎了，7993，高低点相差了186点。好，投票，今天是一个非常标标准准的空方顺势盘，所以你看我跟大家讲有没有都符合哈？来，我们再回到手板，我们跟大家讲什么？容易出现顺势盘，对不对？容易出现顺势盘，好 ，bingo， 第一个符合啊，会做什么？拉尾盘或杀尾盘嘛？今天空方结算当然是什么？压低结算嘛，对，今天空方控盘嘛，当然是压低做结算。所以你看，我跟大家讲的，一个一个，你看哦，我都是昨天跟大家讲，我不是今天来才拿出来跟你说，哎，你看这样子哦，不是哦，投票记不记得昨天我就先跟你讲了，哦，对吧？这个才是重点。所以我觉得行情今天这样子跌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工具的讯号，你就会发觉到说，为什么我们这么这几天一直跟大家讲，你一定要有工具的讯号，你看着软体的指标来做操作。为什么我这样子讲？来，我们请回到电视的部分，你看一下这两天的行情，看这样子急杀，今天收盘收在哪里？8002点，从这个加码空讯绿色的星星8262出现，已经跌多少？260点。来，我们请摄影师这个地方把它拉近一下，对，从这个讯号出现8262这个讯号出现之后呢，来，我们把画面拉远，谢谢，跌了多少？260点，到今天收盘8002点。来，你再看过去几天行情，你再把它串联在一起，从这个卖出讯号8319 8325，投票你没有看错，还有8300哦，对吧？才两天前而已，还有8300哦，请你空，对，还有哦。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部分，你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往左上角把它拉近一下，对，这个卖出讯号跟绿色行星8319 跟8325，还有这个加码空讯，所以有三次，一次两次三次告诉大家什么？行情会跌，对，来，我们再拉回全画面去。所以到了今天，你看8000点，有没有？8000点又大跌300点，你一个指标就300点，你把三个加起来，哦，我就不要加了，有没有？你自己可以加，好吧？我觉得就不要加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行情压回，投票你可能很觉得很难过，因为今天你可能会面临到很大的亏损。因为我今天其实听到很多投资朋友盘中啊被追缴。什么叫嘴角？我今天还听到一个 有趣的讯息嘛，也是这个三立的主播跟我讲说，欸，有人中钢被嘴角，对，中钢啊，投票，中钢被嘴角，你看这个行情多扯，对，买中钢可以被嘴角，欸，可是我跟大家讲，就是因为碰到今天的
盘都丢安尼，你更需要有工具的画面帮助大家操作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，真的，我们今天特别推出一个活动跟大家做分享，你要听清楚哦。你看我们平常都不讲嘛，今天指数破底我们才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希望你不要放弃。好，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。好，行情破底，我们有今天有一个活动，反败为胜，一送一。好，投票，我跟大家讲，今天行情破底，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，反败为胜，一送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希望透过这次活动，你不要想太多。为什么？今天行情破底归破底，投票，操作期货当中，每一天都是新的机会，每一天都是新的希望。好，所以你不要想太多。你觉得说啊，今天上跌了，看到七开头了，没机会。那万一看到六呢？好，不要看到六，不要讲，不要吓你啦。好，万一看到七千多呢？七千七好了。七千八，人家都说十年线嘛，万一看到七千八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有正确的方式。那如果明天会反弹呢？你要知道哪里会什么出现买进讯号。好，所以你就不要想太多，你一直在沉溺在那个哇，今天又破底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不要想太多，照着工具的指标来做操作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推出这个活动？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部分，行情破底，我们帮大家反败为胜，好，一送一。好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加一个啦，哦，这个节目尺度关系我不能讲太明白，好不好？可是你应该了解我意思，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的负担能够少一点，甚至能够多更多。对，你一样的成本可以拿到两个，我想很清楚，你一样成本，欸，有两个，好不好？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大家来做操作。而且我们昨天是不是都跟你讲在前面，没有错吧？而且你看，我为什么特别跟大家来讲，你看今天的行情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部分。对，今天的行情一路下杀，对，一路下杀。那你短线的操作，你要怎么做动作？我们常常跟大家讲嘛，来，我们回到手板，谢谢。对，这个今天行情8145，当然指标在空方，我们就是偏空操作，杀下来先做获利了结，很快的速度17分钟。而且你要什么动作？积小胜为大负，积小胜为大负。投资人你就不要想太多，说我每天都要什么，我狂赚千点，你卖熊熊追，你不要想太多啊，你要什么一步一步的来做操作。我上次跟大家讲，你看到一步一步说，每天50点，好，50点多一点，你看现在，今天跌了100点，对，这样加起来，你的财富可以很快的累积，而且你可以反败为胜。透过今天的这个活动来帮大家，来，我们回到手板，所以你要积小胜为大富，对，积小胜为大富，掌握转折就等于掌握财富，同学们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掌握转折？什么叫掌握财富？你看一下最近这几天的行情，你照着工具的讯号，你来看看，来，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，你看一下。而且我常常跟大家讲嘛，我们的指标的特色是什么？有加码，对不对？有加码，也就是说，我这边好，我们请摄影师往左上角，我把它拉近一下。万一第一个讯号，我没跟到，投票啊，第二个讯号呢，你一样可以做嘛。万一，这个啊，魏老师，我没跟到呢，那这个呢，第三个总有机会吧，投票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因为我们之前有些客户很可爱，好，就说啊，魏老师，我早上去买菜，早上去买菜，回来啊，讯号看到，可是没有跟到，那你不要担心嘛。我们的特色是什么？有加码，对不对？有加码，你看三次哦。来，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，你看。这一波的行情，你看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你看一笔都跌了300点，一笔都跌了300点，这个速度是非常快，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，你要掌握转折。来，我们回到手板，掌握转折就等于掌握财富，对，掌握转折就等于掌握财富。好，所以昨天的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讲，你要注意结算日。我们来复习一下，我要验证给你看，好，我要验证给你看，我昨天跟大家讲什么，我再跟大家说一次，你就会明白。好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。来，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。好，我昨天拿这张图嘛，跟大家讲，今天是台子期的结算日，所以我们看过去两个礼拜，8月12号跟8月5号这两天都是周选择权的结算，我跟大家讲都有行情。好，那我们看8月12号，对不对？这上个礼拜三，一路下跌哦，100多点。8月5号是上涨，所以这个就是过去四个礼拜唯一一周的礼拜三是上涨。那我们再看七月份的，因为我把昨天的行情、昨天的节目再讲一次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每个礼拜三你每次都会碰到啊，不是今天完了就没事哦。投票想啊，今天完了没事了，没有哦，下个礼拜会不会碰到？会，下个礼拜会不会碰到？会，下个月会不会结算？会，
所以你这招一定要学会。好，我跟大家讲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部分。所以你看像这个七月份对不对？七月二十九号是不是周选择权结算？对哦，礼拜三。七月二十二号也是。那你看七月二十九号 V 型反转急杀， 对先出现什么大跌再反弹。好，那我跟大家讲，我们的册子是不是跟大家讲很清楚？结算日会出现什么？来，我们回到手板。顺势盘，对，今天就是嘛，或者是 V 型反转，你看几乎都是一模一样，几乎都是一模一样。好，那你看那一天的行情怎么走，我们再看一次。来，请回到电视的部分，是不是像这样？7月29号急杀，对，跌了百点。来，7月22号又杀了多少？60几点。齁，你看照着工具画面说，你看又有67点的价差。所以过去的四个礼拜，我昨天跟大家讲什么？我昨天有下一个结论嘛，过去四个礼拜有三个礼拜都是跌的，礼拜三同一天，礼拜三三个礼拜都是大跌，只有一个礼拜有涨，下跌几率 75%, 涨的几率只有 25%。 那我跟大家，你不要 TK, 不要去用猜的嘛。啊，今天你看又跌了，对，今天又跌。所以我们都先跟大家讲在前面。齁，而且你看到这一波的行情，来，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。齁，所以你看今天是什么 ?8 月19号 ,8 月19号我就讲太快。齁，台湾国语，对 ,8 月19号周三台子期结算，那你看今天哇，上急杀，对，破底。齁，急杀又破底。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，你不要想太多。齁，真的，其实每一天的行情，每一天的这个当冲，就是运用工具画面来做操作。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，我们今天才要推出我们这个一送一的活动给大家。因为我们的工具其实很多投资朋友都很喜欢。齁，可是有时候你看节目很久。齁，你看魏老师在三立很久嘛。你看魏老师节目很久。可是呢，有时候迟迟没办法下决定。齁，那你就趁这一次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来，我们回到手板，你要掌握好财富重分配的机会。昨天我特别跟大家讲，今天你千万不能去大赔。我再跟大家讲的是，今天你千万不能去大赔。什么叫大赔？就是赔弄两三百点以上的。好，你今天千万不能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嘟到这块呢，你以后你明天，就算明天你看对了，你不敢做。我再讲一次，你今天千万不能大赔，昨天也是，前天也是，这个礼拜都是嘛。这个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都是跌的行情，可是呢，你千万不能够大赔。对，我为什么先跟你讲这个？你的风险你要顾好，后面你才有办法赚钱。那我们都是跟大家讲，你要避开风险，掌握利润。所以今天你没有大赔，明天你才有机会赚钱，哦，对吧？你这个一定要避开，哦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来，我们回到手板，所以你要掌握好财富重分配的机会啊，哦，你要掌握好财富重分配的机会。所以这一次的机会，我们跟大家讲，这个活动，哦，真的我们都没有推出过的，哦，跟大家分享，因为今天真的行情破了，很多投资朋友真的，哦，这个眼泪快流下来，真的真的眼泪快流下来，很多股票都这样杀，都这样跌。那你也知道我讲空跟大家讲多久，我最近为什么不一直跟你讲？我们的看法完全没有变，可是我觉得我不想在伤口上撒盐，所以我希望提出实质的办法，你要赚钱，实质的办法教大家。好，所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，来，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，行情破底，反败为胜，一送一，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活动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推出来是最好的时间点。为什么？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投资人你现在肚子如果很饿，哦，好饿，哦，三天没吃饭了，哦，那吴彦老师请你吃一个很普通的面包好了，哦，这个很普通苹果面包，哦，非常普通，哦，可能20块的苹果面包，很普通，你会觉得哇，好好吃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三天没吃饭，三天没有吃饭，就跟这一波行情一样，连跌三天，你已经什么住进加护病房了，对吧？连跌三天，你可能住进加护病房了，那你现在需要什么？强心针，你需要输血。好，那一样嘛。如果说，你现在吃很饱，那我请你吃一克牛排，好，哦，比如说这个什么叉叉牛排好了，哦，什么富什么牛排，哦，不要把名字讲出来，哦，很有名的牛排，一克大概要5000，好，我请你吃，你很饱很饱，哇，非常饱，你没有任何感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，你不会饿嘛。我请你吃什么，你都没感觉。可是如果你肚子非常饿，三天没吃饭，我请你吃面包，你就觉得很棒。那现在的状况是什么？你现在非常需要什么一个方向来指引你，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才推出这样的活动帮助大家。而且你看到，哦，我们把最近的行情，我们直接来看工具画面，你说，欸，吴老师，啊，真的那个指标真的长这样子吗？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部分。好，你看左边是我们工具画面，右边是一般的 K 线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请摄影师往左边，哦，左边这边把它拉近一点，拉到最近，好，谢谢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讯号？对，这边还有一个加码空的讯号，
那个时候的点数还在8300多点，可能字稍微小一点点啊，吼，念给大家听，还有8300多点。8300多点，好，那我跟大家讲，这两个讯号分别代表什么意思？好，分别代表什么意思？所以这一波从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下跌？原因在哪里？好，来，我们请回到手板，因为有这个讯号，第一个蓝色向下箭头是什么？做空的讯号，对不对？做空的讯号。好，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，好，来，我们请回到电视的部分，你看是不是这个第一个讯号在这里出现？哦，对齁，后来呢稍微弹上去，很多人就想啊，这样就要翻多了哦。结果你看，结果出现什么？第二个讯号，绿色的星星。好，来，我们请回到手板，绿色的星星代表什么？空方加码的讯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你的第一笔做空的，第二笔加码，有没有？我跟大家讲，我们特色有加码，对，加码第二笔。好，那你跟那你看哦，后面的行情它怎么走？来，我们请回到电视的一个部分。好，谢谢。所以你看后面的一个行情，它怎么做一个什么走势？你看到这边出现加码空讯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把画面拉到全画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所以你看到，如果你看一般的 K 线，完全看不出来哦。来，你看到后面的行情它怎么发展？对，是不是开始急杀？好，开始做急杀的动作。这边开始下跌，卖出讯号出现了。好，卖出讯号出现，这边开始下跌。如果你看一般的 K 线，你要想，哎，到底哪里是底部？这里会不会是底部？哎，我来买一下，又破底。投票，你看我把行情把它放完，你就会看到说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东西。你看到这边继续下跌，对不对？这边急杀完，好，你看到后面的行情它怎么走？它又震荡，又往上拉抬，对不对？又往上拉抬。好，投票，你看，来，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。第二个关键点在这里，对，我昨天还跟大家讲嘛，往上拉高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人会被去诱多，你可能会在这里买。来，我们请往右边带一下。如果你看的是一般的 K 线，哦，你看的是一般的 K 线，好，这边，好，这边。把它拉近一下，谢谢。好，如果你看到是一般的 K 线，哇，这边拉抬啊，欸，应该可以买哦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买，可是很拍谁哈？来，我们拉回全画面，谢谢。如果你看到是什么一般的 K 线，你不知道我们的工具讯号，又请你做空。好，那你看哦，后面的行情，对不对？后面行情，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，对，又出现什么下杀？可是如果你看一般的 K 线，哇，怎么会这样子跌？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什么打底啊，要上去了，结果没有，又下杀，对，又下杀。那你看哦，行情持续在走。对，那你的操作、你的动作要怎么看？对，你看行情，看延续下去，继续杀，继续跌。你看这一波的行情跌了300点，怎么来的？就是这样子的。你看多空线都是蓝色的，加码空的讯号一路的什么下杀？好，对，你看行情就这样子一路的做什么探底的动作，到今天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看继续破底，继续压回。好，所以你看绿色星星这个讯号出现之后，一路什么出现什么下跌的走势。好，非常的清楚，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讲说，其实你运用工具的画面，哎，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一个困难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来，我们回到手板，所以请你用正确的工具调整好你的心态。好，您要的不就是带回去可以立刻上手的工具，不用再花太多时间学习了。对，投票，你看这一波的行情，就是先看到这个加码空讯号，偏空操作，这个讯号也是请你做一个什么偏空操作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消极的人失败后选择从此放弃。成功的人失败后选择重新来过，投票朋友没有关系，因为今天结算了。好，我跟大家讲，结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我们要看好，我们要掌握的是什么？明天的行情，哦，明天的行情。那今天可能你今天这个礼拜，我不要只讲今天啊，这个礼拜连续三天，哦，你可能面临到什么很大的亏损，那怎么办？来，你看到，哦，明天的行情怎么办？来，我们请回到手板。好，你看到，哦，我们这个决战结算日，来，请你注意第四个结算日，如果出现行情，隔日容易出现相反的走势。好，我点到为止，已经给大家看到，你有看到就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只能说真的很可惜啊。好，我就给大家，我就秀这一次哦，暗示已经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只有明天，只有明天，哦，那你要注意哦。那你既然看到了，那你要知道讯号会在哪里出现，好，会在哪里说？哎，魏老师再看一次，拍谁没有哈？就类似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测试一下你有没有仔细看，哦，我要测试一下你有没有仔细看。然后你说，哎，怎么这样子？我跟大家讲，行情都是稍纵即逝，对吧？哦，你应该了解我意思啊，都是一样哈，哦。所以你看哦，每一天的行情，我们怎么样来做个操作？好，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回到电视的部分。你看，像这个8月18号礼拜二，对，这昨天哦，一样加码空讯哦，就是这个嘛，往下急杀了多少？91点的空间。那一样，我们的教学都会跟大家非常认真的做一个教学的动作，所以我们的工序，第一个有加码，第二个会教你会有教学，所以你不要想太多。来，我们回到手板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这昨天对，8月18号礼拜二一样嘛，
指标在空方，空方控盘，哦，又下杀白点，看没跟你讲要空嘛，加码空讯，避开风险，掌握力，这边你还是要偏空操作嘛，空在红盘嘛，这个是盘上哦，杀下来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十口就多少就过板扣啊，你看哦，没有翻多钱，仍是空方控盘，所以如果你有工具化，您会做错吗？哈，真的，如果你有工具化，您会做错吗？我相信是不会的，因为我刚刚还是这样强调，我现在不是要跟你强调，哇，这一波上跌。连跌三天，跌三百点，赚多少点？不是，朋友，你要避开风险。真的，这一波你千万不能大赔。万一明后天真的有机会让你赚钱的时候，你没有资金了。对，所以你应该了解我意思。所以接下来的行情，你要怎么做掌握动作？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回到电视的部分。哦，行情破底，对，行情今天破底了。可是我跟大家讲，你不要难过，对，我们跟大家站在同一边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反败为胜这个一送一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只限今天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来做下去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时间不重来，行情要把握，趋势精英决策系统，掌握关键获利点，简单明确好上手。02-2506-6808 02-2506-6808。我爱我的家人，我用三分之一 Alive 记忆床垫，郑鸿仪真心推荐。上网搜寻三分之一 Alive。时间不重来，行情要把握，趋势精英决策系统，掌握关键获利点，简单明确好上手。02-2506-6808 02-2506-6808。你今天吃了什么？你运动了吗？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多到爆，危言耸听，真假难辨，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？不要轻忽小问题，魔鬼藏在细节里。专业顾问团队守护健康大小事。我是雅芳，八八健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九点，三立财经台、三立新闻网同步播出。血清素是人体最重要的快乐因子，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，一颗胶囊等于13根香蕉，帮助入眠，快乐满点，快搜寻乐活香蕉。随身量商机，威力不可小觑。错过刚刚这则新闻吗？来到这里，爱看几次就看几次。你有第一手消息要爆料吗？只要随时随地拿起手机。啊！明星卖萌大集合，谁能比我可爱呢？掌握第一手偶像动态。只是个小人物。追踪最新的剧情发展。哇！跟我一起发了三 D。消息，请上网搜寻三立新闻网。Some alien life force has sent video games to attack us. 大地卡，经典电玩全面开战，世界大对战8月20日 IMAX 3D 同步上映。时间不重来，行情要把握，趋势精英决策系统，掌握关键获利点，简单明确好上手。02-2506-6808 02-2506-6808。好，今天指数又是一路跌，不在筹码面出现哪些关键变化？赶快再把时间交给魏源哥。好，我跟大家讲，今天的筹码有蛮关键的一个动作。来，我们先请摄影师看一下手板的位置哦。你看今天的外资，空单有些都补掉了哦，都补掉了。那你看今天的这个现货部分。是卖超的，是卖超的。好，投没有？我跟大家讲哦，今天的行情，尤其是这三天下来这样子的一个重挫，真的投票，你现在觉得很难过？我们常常跟大家讲，我们不站多方，也不站空方，我们跟大家站在同一边。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的投票，真的一直被追缴，那电话响不停，真的一直被追，那手机都接到，那营业员打给你都打到不好意思，你也接手机接到手软了。可是你要不要避免这种状况？我再问大家一次，你要不要避免这种状况不要再发生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如果你常常我跟大家讲，你去观察一下，如果你常常有这种状况，你不如不要操作，真的你还不会赔到钱。可是如果你要做，就要做好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明天的行情，我们好好来掌握。那你要怎么掌握？就透过
我们这一次的活动。来，我们请回到电视的部分。好，行情破底，我们帮大家反败为胜。今天有一个好一送一的活动，跟大家来做分享。那你看今天的行情，对，高低点相差186，哎，一直跌，一直跌，一直跌，投票。那你看工具的讯号非常明确，这边跌260点，对，这两三天的，你看把它看起来，哎，都很清楚啊。卖出讯号，加码空，加码空，下跌多少？300点，哦，下跌真的哦，从8300看到现在8000，今天又看到7开头了。好，同学们不要想太多，对，我们照着工具来做操作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你就不要想太多。对，工具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跟大家讲，对，你看工具就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常常跟大家讲，来，我们请画手板。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看到的希望，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看到的是希望。人在做单的时候会有情绪吗？对，今天我一直跌一直跌，你可能情绪很差，自然会做错，会凹单，犯错几率会高。可是呢，如果是用电脑分析行情，没有情绪，进出几率化，自然胜率就会高。齁，你要把你的压力降低，你才会赢。齁，你把魏老师的话听进去，你先把你的压力降低，你先不要慌，你真的不要慌，因为你做当中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。齁，所以你看过去几天的行情都是类似的啊。来，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，你看是不是像这样，加码空的讯号这边下杀多少？82点的行情啊。那我们一样，我们每一天的教学都会教大家。齁，来，我们回到手板，这个礼拜一，对，你看加码空讯，大户做空，行情压回啊，对，放空，对，还是什么？那个时候还是多少？8200多点哦，放空，对，这样下杀，对，这样子下杀哈，运用工具画面，你要懂得避开就能够获利，懂得避开就能够获利，而且行情不是只有跌，投票你要相信我，不是只有跌，有时候会涨，那你要怎么掌握？比如说你碰到会涨行情，来回到电视画面，你看，比如说像这个买进讯号出现会涨啊，哎，说不定明天会出现啊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你要有工具画面，所以透过我们这一次的活动，行情破底反败为胜这个一送一的活动，欢迎大家来做一下群。好，跟着行情分析，明天同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，也感谢收看，我们再会。